据韩媒称，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前来韩国接受医疗服务，4月1日起呢，凡在韩国接受整容服务和皮肤科治疗的服务的外国游客，在出境时候可以享受退税的服务。据韩联社3月9日报道，该制度实施期限为1年，从今年4月1日截止至2017年3月31日。在此期间，在韩国接受整形和皮肤科治疗的外国游客，凭借在医院开具的诊疗确认书，在3个月内可在机场的退税柜台办理增值税退税手续。从还未设置退税柜台的机场出境游客，也可通过机场内的回收箱提交诊疗确认书。报道称，可以获得退税的医疗项目有双眼皮手术、隆鼻手术、乳房增大或缩小手术、吸脂手术、除皱手术、牙齿矫正等。相关医院需在医院内部或官网用外语注明该院是适用增值税退税制度的医疗机构，并介绍具体退税程序。